有一对夫妇去博物馆参观，在参观过程中，他们发现有一幅女性裸体油画，画上只有几片树叶挡住女性的私密部位。丈夫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幅画，过了半天仍然不想走开。妻子转身发现丈夫不在身边。于是回头轻轻地叫他，见他丝毫没有反应，妻子讽刺地问他：“你是想一直站到秋天，等叶子落下来吗？”有一对夫妇去博物馆参观。夫妇，博物馆参观。在参观过程中，他们发现有一幅女性裸体油画。参观过程，图女性裸体油画。画上只有几片树叶挡住女性的私密部位。只有片挡私密部位。丈夫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幅画，转，目不转睛，丁，图，过了半天仍然不想走开。仍然。妻子转身发现丈夫不在身边，转，转身，身边，于是回头轻轻地叫他，于是，听，轻轻。见他丝毫没有反应，丝毫反应。妻子讽刺地问他：“你是想一直站到秋天讽刺，直，等叶子落下来吗？”等叶子